啊，我还没画完呢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我还没画完呢。没事啊，我看看。真不能给你看，我还没画完呢。因为太久没画，所以画的不好。真不是，我看看。真不是。那我都没看过。等我画完再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哎，等我画完再给你看。 是不是有点太快？怎么了？虫子！哪儿呢？小布，在哪儿啊？小布，你不是说你画的风景吗？怎么画的都是我啊？ 那个写生嘛，写生嘛就是写实啊。刚才我想画风景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我眼前，所以我就把你也带进去了。哦，那这张呢？这个。这次没有摸我的头啊，怎么又要变龟了？